爸爸，我生儿子比较大只哎、欸。那我们那个可爱的新妹妹哦，哇，生下来就55公分呢、欸，好大只哦。对对，超大只的这样。哦耶，他们姐妹都是他们很恩爱的，对，因为上山打虎也要亲兄弟嘛，对，上阵肯定就要父子兵，对不对？爸爸在前面打，后面儿子在后面追着跑啊，他不是要打而已啊，他还要保护这个爸爸。人生的路上啊，最美好的就是有这些兄弟姐妹。你想想看，你有兄弟姐妹吗？嗯，有几个？两个。两个，你看都钱不够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家就四个。然后你看，我们家三个姐姐，然后呢还有一个可爱的弟弟，对不对？三个姐姐在，一个弟弟出事，我还有三个姐姐呢，对不对？所以不用担心那么多。对，他是很怪咖，我是很烦恼哎。小阿姨经过了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听说先帝的房子会什么时候会装潢好？他应该很还没是吧？应该也就半年内就 OK 的。对对对。哦，装潢费大概抓多少？他老公是做装修的，你跟我问装潢费，可能我那个我那一户是3000万吧。装潢就3000吗？就人家就已经装潢好了，你要把钱花掉啊，你留给露西派干嘛呢？哎，对啊，所以我十楼是装潢好2年了，我没有住过，因为那个本来是要拿来孝顺父母亲的。那阿公阿嬷是阿嬷的个性是谁啊？我不爱了，我住家家方便啦。他住在那个南京东这边呢，他走下楼他就可以买鸡蛋，哎，他的原因就是这样。我以前最被诟病的一个房子，就是我住在山上2000平的别墅，奶奶，哦，啊，这边啊拢无菜市啊，是边啊？阿妈，这是别墅，哦，啊，这厝也歹啊，但都起大啊，阿妈，那是101啊。我一支安尼啊，敢会徛咧？敢会我那个心里面会稳吗？我说那个都会这样摇，啊、哦，很安全。对，我的父母亲很传统。对，信哥接下来会不会当蜘蛛人邻居啊？啊，哦 ，Spider-Man 是哪一位？啊？谁？蜘蛛人？你会爬下去？哦，对，我那个，我觉得哈，我觉得我那阳台是可以，因为阳台，前阳台，啊，阿莲你知道吗？前几天种花那个地方，那一个它有一个洞嘛，对，啊，你知道弄个类似消防队那种梯，这样旋梯或者这样下那个的空间那么大，我就直接这样走，我走下来，这楼下，二邻居，那痛，那阳台可能要锁起啊，他们那边煮什么菜，我这边味道一定难免都会在嘛，是不是？来一下，不会啦，他们都很爱我啦，因为我这一生也没有看过可以做得比我更好的爸爸，百忙之中。对不对？女儿有什么状况，我都永远都在，百忙之中。哎 ，Vivi 今天没有来 ，Vivi。Vivi， 今天是他。哦，这哪有一大早的告诉我儿子交了一个38岁的，下午再问。下午再问。你姐故意不来的。结果我前一天录影，你看我今天就有一点小迟到，我觉得很不好意思。昨天很晚，然后我在处理很多的公务。因为接着下来后疫时代到了，中国大陆也要去，对不对？两岸之间就要靠我们这些人才能真正做到台海无中线嘛。人民当中必须要的是和谐啦，你是北七哦，每年这个怼着人家要吵架要打架，你干嘛呢？对不对？那说旁边养坐了一只大狼狗，你也不要把手伸过去啊，你讲嗨，对不对？不能这样子嘛。我们就跟我们人跟人也一样，您跟我相处那么几十年，对不对？我如果老是欺负人的话，你们谁还理我啊？有没有道理？对不对？我们认识多久？你出道多久？几年？
18年，没有那么久了，五六年，你五六我都认识您五六年了，宪哥是不是一个好人？是不是一个聪明的智者？大拇指要伸要比高一点，对不对？百叶是不是要涂唇？大家记得吗？我的防疫政策只有一个百叶涂唇，你要让人家那个美容院，你把人家关起来几个月哦，这样叫做这个美容院阿龙关起来哈，专包龙关起来就不会传染，白痴哦，就跟那个当年那个张大帅一样嘛，篮球比赛大家哎呀，大家干嘛那么辛苦啊？哎，一人发一颗篮球给他，这样就没事了嘛，头脑不好。现在是哪个事业要到大陆？嗯，那个吸尘器吗？哦，没有，我要去都有啊，都要。卡朗天雷还得了吗？现在台湾各位偌大的台湾，卖到剩下几百组。我昨天就是为了这个，您不要气我，我三更半夜工厂被我痛骂，我说巴拉的，用美金不行吗？哎呀，美金外汇要申报啊，怎么了？我说那我现在我哪来人民币可以工厂给你？那你美金给你当押金可以吧？我有一些美金的户头当押金，他们不行，因为这个是外汇的问题，哦，生产的问题，切一刀半死。我们的日安完美，已经到可以慢慢可以讲了。我们的红梨果胶，我们的海豚吸尘器，所以我可能会去。北京要去成都，我都在工作啊。十月要飞、啊。对啊，亲爱的，酸民们，你们搞不过我的，我一个人可以大战500个酸民，打不赢我的。现在几月要去啊？四月办完双盲夜就去。有阿莲在这里，你可以偷偷问他、哦，他说就说，他不说也就不说了。那我3、4、5、6月通通有行程。哦。对，这个就叫做后疫情时代，好不好？然后我们也让这个整个氛围改变一下，这是我们小老百姓所应该要做的责任啊！哎呀，台湾的年轻人啊，哎呀。真的要上战场吗？我现在要出征，你要征去哪里啊？上真龙吧，好吧。现在去北京会找汪小菲吃个饭啊，知道吗？汪小菲，会，他们都会来找我，朋友很多，薛之谦啊，对啊，汪涵、谢娜、何炅啊，那个以前我们在他们出道的时候都跟我是很好，宪哥与人为善，所以这个在这个不管是在艺能界或什么。也都是我也是唯一一个金钟奖，你怎么傻呀笨啊，你应该让全球华人的作品都来台湾台北参赛啊，你会有多热闹，跟政治什么屁关系啊，跟 Olympic Game 是一样，奥林匹克跟政治能有关吗？不要吧，对不对？我是一个游泳选手，我从那个伊索皮那个大马士革一路游泳到希腊海边，快死掉了。我没有了国家，我没有了国家。但是我组成那一年组成了一个叫做国际难民队，他还拿了游泳冠军。我看了这一幕，眼泪流下来。笨蛋，这个地球就是我们全部都是地球人。这个动作您比出来，那个力量就会很大。Love and peace， 爱与和平。讲到我的孩子的时候，哇，那个 love 充满了爱 ，peace， 对不对？我们就是要这个和平，然后大家才能够，让我们的未来更好。我是希望，要不然我老早无所谓了。大家知道，地球上有哪一个国家不欢迎我？我签字我就移民了，但是我不要台湾这边的小吃太好吃了。我们台南市举凡只要有这个店开不下去了，觉得要倒了要收了，我全部把它买下来。Anyone， 但是要经过我同意，这么难吃我才不要你呢，对不对？所以各位，百叶涂唇，不开棚。不开棚让记者来访问，那媒体记者要不要领薪水？您搞不好都要被办薪啊，都要被什么？这些老板就
这个巧立名目，说啊，因为疫情啊什么，你们，所以太糟糕了，就是要让他 let go。英国第一个 let go 嘛，然后完了之后，新加坡人家不是 let go， 新加坡500多万人口，他中标染疫的有多少？确诊了350几万，像你哎、欸、没确诊，你还被排挤呢，所以放了一个屁，大家一人一口吸一吸。2年多前我就讲完啦，对啊，你媒体没有善尽这个责任，你用这个力量把它扩散出去。大家看完了以后，现在什么重要？啥还有人戴口罩？你看，傻瓜。我感冒了吗？哦，感冒 OK 啊。对，你们有没有发觉，宪哥第一天开始就不戴口罩？我好想啊，通通染给我，通通染给我，我来。古代不是有那个笨蛋的24孝什么的，脱光了在床上给蚊子叮完，叮完以后，然后叫在爸爸。来，爸爸，你来睡。现在蚊子不叮你了，没想到蚊子还有第二批，又来了。那个白痴走了啊，改叮他爸爸。这是古代笨蛋的24孝，那个叫愚孝愚忠，好吧？好、哦，所以加油！哎、欸，兔年你们好好给加油一下，今年可以赚大钱了啊、哦！然后今年要，如果您小时候就没有熟读三国的话，今年熟读一下啊。哦问那个曹操是谁啊？董卓那个吕布是谁？要把这历史故事都要，那个垓下之战又是如何啊？那貂蝉他为什么可以千变万化？一会儿是一个虞姬啊，一会儿是一个那个修年的小少女，如何纠葛在这个董卓父亲跟儿子。啊，这个吕布的身上，啊，一个女人，哎、欸，可以跟这个爸爸又要露营了，对。没有，这额外的，希望你们能增长啊，好不好？懂三国，你才学会做人啊。恭喜宪哥当外公，谢谢。哎呦，哎，蔡总统，总统。